要传承，需要欣赏，更需要大众的支持与鼓励。在座的都是社会的精英，而主办此次活动的六位艺术家分别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前校长黄光南名誉教授，台湾米勒陈甲上大师，嘉宏钢铁公司前董事长林宏南老师，古典音乐黑手张兆荣医师，台南大学南师艺联会也是高雄双彩画会理事长杨奇芳会长，以及屏东大学视觉艺术系硕士生，也是鸟松艺术高中的杰出校友林静豪先生。除了静态展之外，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支持台湾古典艺术基础教育延展